丛林木是什么小科啊？迷你金干。后面很牛欸，可是我们鸡都没有啊，我们正在弄鸡嘞。小燕，你不是上次要找鸡吗？啊？哎，你鸡找哪去了？是我。你上次你不是说你要找鸡？我被割鸡鸡了。对啊，你都不割鸡。好了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木头应该是还不够。对啊。我刚想说，欸，割了蛮多树，应该是木头够，就看一下。玩这个模组才一组又十几个。玩这个地图一定要装那个模组啊，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模组产生的。对，它是模组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再继续挖吧，可能要再多挖一点啦。用大师球抓鸡哦，对啊，可是重点是我连鸡都找不到啊，你要怎么打大师球？有啊，在那个啊后面啊，是啊，房子后面那一块有，好像有鸡。你要不要帮我挖？你要不要帮我？哎，你帮我种树？哎，好感动哦！你这是小黑吗？你确定不是黄衣派来的？小黑，为什么是黄衣派来？因为你居然会帮忙种树啊！因为我觉得树苗掉在那边很麻烦。是哦，难得你没有搞破坏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哎，我本来就没有在搞破坏，好不好？小黑，你长大了。你长大了。因为这种话我讲的，好像我就是一直在搞破坏一样。为什么 ？Why？ 那你可以问海猫啊。好了，没有啦，其实你有在建筑啦，真的你盖最多东西的。对啊，你看我盖得来。对啊，你盖苏莱德，然后又盖了一个房子，长得像快乐儿童餐。快乐儿童餐。那你这有没有墓碑啊？啊？那有个墓碑，为什么？就表示有人死在那边啊，或是有些是 NPC 的那个墓碑啦。哦。对吧？你可以捡捡看。有时候种神木哦、喔，种神木木大有大量木头，其实可以啊，我觉得应该去种个神木才对。反正我们孤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孤坟就去地狱挖就好啦。啊，别没玩神魔，对啊，我没玩神魔啦，所以你问我神问题的话，我就不能回答你喽，好吧？什么对什么对，我跟你讲，每次我那边脾气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哥，我有那个什么火队还是兽队，或者说什么什么兽队，人兽交是不是？又有人又有兽，是这样人兽合一哦、这个代天不容，代理不容啊，还是什么代天长？代天长，代天相关。我代天月亮惩罚你。我没有，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了，就是这样了啊。对啊，玩神魔之塔玩到要玩人又玩兽、哦，这个真的我这个可能是我老了啦，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。哎，你承认了。对啊，恐龙战队啊，我老了没办法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我跟你讲，我那年代都在玩什么东西？哦，大家那时候不是很多人喜欢看什么美少女战士，对啊，看什么机器人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那其中一个啊，看美少女战士啊，机器人我有看，美少女战士我有看啊，机器人在看什么？机器人看那个真盖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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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那个主题曲他会唱 ，get get get go get， 什么东西？他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听过。讲什么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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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不有听过吗？你这个叫什么卡通？一开始他都会大喊说 get get，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同学就很喜欢那个 get， 我真的没看过那部卡通，真的没看过，没有，没听过。这倒算了，那可能是我老了啦，哦，那可能是我老了。真盖特啊，你真的没看过？我真的没看过那卡通哎。他那时候都会大喊 “get” 啊，哦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啊。就是有时候我们跟朋友唱，然后朋友说：“哦，你骂脏话，没有说没有，我在唱真盖特的歌。”真的啊，你们不知道？好，算了。我以前看的机器人好像是魔动王跟什么吧？魔动王，魔动王也有啊。有人说什么东西，就是盖特，他就是那个日文，他们是讲盖特 ，G A T E 吧，我记得他们好像是讲 get 啦 ，get， 可是他们念起来不知道怎么念，就是像念像 get。你说日语吗？对，他一开始还因为你这种，因为日语的发音是 A I U E O 的发音，所以说他们就会变成 get。他一开始他会讲四个 g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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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，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跟朋友就一直唱这样子，然后有一次还是因为唱这首歌，然后被老师骂，我说骂脏话，小时候的年纪就被骂脏话，嘴巴不干净，之后就洗嘴巴。他说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国小的时候老师真的超凶的，他就是会拿那个肥皂，你知道，直接塞在嘴巴里面，然后要这样洗嘴巴。啊，我以为是真的洗嘴巴，你没遇过那个人这种老师吗？没有，我们老师都没有这种，我们老师是用打的。用打对啊，就打的他洗嘴巴、啊。那时候我差点就被洗嘴巴，所以后来被洗的是我朋友，超贱。
我在旁边抓蘑菇说，我错了。他说，好，你错了是不是？好，回座位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啊，我就唱歌啊。他说，你还讲不听？你嘴巴真的假的？我说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对啊，电钻的始祖啊，对啊，电钻的始祖啊，电钻始祖是什么？机器人啊，你们真的没看过吗？好没有。那你有看过那个吗？就是，哎、欸，那叫什么啊？嗯，怎么啦？你又欲言又止？没有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。什么？就是那个孙达入的那个叫什么？达入那个叫做什么？无敌超那什么超魔神英雄传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魔神一开始叫魔神英雄传吗？对，龙啊，孙达入那个你还记不起来？他师傅叫什么名字？来，我怎么知道他师傅是河马？他师傅是东河马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嗯，哎，我怎么会很受伤？然后他还有个那小女忍者，不是吗？小忍者。我在我们家后面捡到中介珍珠，哎。是啊，这么好。捡回来，捡回家，捡回家，那很需要。幼稚。因为我不小心按到右键，然后就飞出去。有人说不要闹了啦，那个珍珠很重要，以后用挖矿机需要很大量的。要放在哪里？大量啦，放在腰。就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识时务，懂不懂？这个世界是适者生存，懂不懂？就是你要察言观色，老师就是要你跟他说我错了，老师就觉得说嗯，好啦，你就是你错了，不然怎么样打你吗？说你错了，好，你讲你错，你这么事，我要打你个十大板。那正老基本上老师不会这样嘛，就是因为你就说我错，以后不敢了。然后老师就说啊，但就是你那边狡辩说。哦，就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然后就老师就说那狡辩，然后他就越讲越气，他就打你这样子，因为老师根本不懂什么真盖特，你老师就说老师，因为是我看在唱真盖特的主题曲，那这个盖特主题曲呢是由这个佐佐木 Sasaki 唱，哦，他唱的，老师当然不可能懂这东西嘛，他一定打你啊，他想说先打再说嘛，对不对？打错就算啦，啊，打错就算啦，啊，反正打死了也不是他家的小孩子啊，好吧，死是别家的孩子。你为什么要把老P不老师恶化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老师是不错啊，老师真的很好。好像不是这样子。对啊，现在小孩会呛人嘛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懂得那个圆融啦，处事圆融嘛，好不好？就是当然有人气头，大人气头上，你要求自保，那当然就是不要跟他硬碰硬嘛，是不是？小时候我就懂了这种做人的道理，是不是？长大之后就开始卖对了，没有啦，不是啦，是开玩笑的啦。其实我一开始，老毕小时候也有经过那种叛逆期啊，就是跟老师顶嘴啊，然后也是被打得很惨啊，然后就是因为被打得很惨，所以才开始慢慢磨练出哦，就是要怎么去人生应对啊，对吧？人生应对，我有遇过 很好的老师啊，也是有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小燕老师做什么？是啦，做马该。爽，这么改，爽，欸，不知道弄那个音架，哎，欸，这个不我在等你的梯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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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欸，那个没有那个啊，你没有办法帮我把它铺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铺到一半掉下来了，是哦，好啦，你说老师很正是不是？可是以前老师都是那种大概四五十岁吧，其实我以前国小的老师都四五十岁，你挡住我怎么踢啊？小姐，来来来来，你把它盖一盖，然后我在那边铺。你那边有泥土吗？嗯，老皮跟他说割机哦，他根本不会理你，好吧？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割机，那年代我怎么知道什么割机机？好吧？对啊，我读书都已经离那么久了，年代久远了，言语侮辱。盖的机器那个老皮那个设定坐标那个怎么设定？按M啊。按设定，对对对对，有人说按记录点就可以了。我小三个老师都很好，可是年代不同啦，因为设定记录点新的记录。对啊，你那年代跟我年代差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那年代都这么古早了，而且老师还可以体罚，哎，还是还叫你全班跪在那个操场上面都有了。跪在操场，对啊，跪操场，对啊，真的有啊。哦，现在小孩记，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以前高中时代了。这样，你老师在上班的时候都会唱 Get。不是，这是干嘛啦？是吗？没有，我觉得现在的教育都有差，哎，欸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老师不是教，就是没办法体罚之类。那以前真的太恐怖了，哪像你们现在小孩那么好命。而且以前还有老师很聪明，是那种叫你自己打地板。
那很痛耶，打讲台地板对不对？到时候家长来抗议的时候，也说哦没有啊，他有打地板，他自己打的，他自己打地板的，不是我打的、啊。因为叫他打啊，记得啊，记得去我哟，多多多，你是怎样？你是怎样吃不好？吃不好太撑？哦，好疼哦！我被你发现了，什么东西啦？没有啦，就是觉得说，其实真的年代有差啦，时代变了，时代的变迁，好吧，人的梦想，对啊，有没？真的，不要来做那个了。能不能回想起被当作家畜的那一天？家畜。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，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是会想起笔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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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进学校了，然后开始就听到那个老师从旁边这样甩过去，就是那个很像那个动画片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老师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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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懂吗？懂我意思吗？我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我真不懂。就是你上课就像是进击的巨人一样啊，要对抗老师这样的，哦，现在不用啊，现在什么？现在什么小叮当哥哦？小叮当哥什么东西啦？你到底在唱什么？对我的爱，小妹怎么办？我跟你有代沟。我怎么办？我也觉得跟你有代沟哎、欸。真的，完了，你那么年轻就有代沟。老皮，请问你有代沟吗？啊，没有代沟。现在如果你要代沟，你要去找坏东西哦。不是这样子吧？什么啊？我没有代沟啊。代沟啦，有人都奇形种。没有啦，那以前跟现在差的差很多啦。老皮那时候真的是我的右手啊，我右手大拇指其实有一道很深的疤痕，到现在右手还就是有时候天气的时候还会痛，就是被老师打了，老师拿那个打、哦，对啊，我之前也是被老师打很凶啊。因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很皮嘛，就是很爱怎么讲，对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去反抗。啊，老师那个年代就是他要打就打你，他管你那么多，他管对啊，他根本不听你理由啊。然后就被老师打到手指，整个打骨折这样，对啊，所以说就是伤痕都还在啊，依稀见得啊。所以其实你说坏好学生吗？好学生一样被打爆打到骨折，阿皮妈没有说什么、啊。没有啊，因为我没跟皮妈讲。你是？他说怕他担心啊，就是你打到骨折了，没跟皮妈讲，你自己拿健保卡去挂号哦。没有啊，就自己涂一涂药水这样。屁啦，骨折哎、欸。他就是轻微骨折吧。就是可以看到那个，就是好像骨头裂开这样，一碰就超痛。哇，你好恶心哦！去旁边，一点点恶心啊！骨头裂开那还好吧，一点点而已啊。就是那是你大拇指被东西撞到重击那种感觉啦，你懂吗？懂我意思吗？不懂啦。然后就是你像骨头裂开吧，然后就是大概痛了半年才好。还蛮。你那动作想要干嘛？你可以拿铺玻璃啊。因为我做错了，所以想说把这东西填起来。哦，好啦，我觉得你可以挖个洞，然后把它弄成玻璃啊。哦，对啊，没的，石头没了。好、啊、，OK， 石头没了，这边很多啊。石头没了，跟我讲哦，我这石头大亨啊。给我石头。对啊，如果这石头换成那个一块石头换成这个100美金哦，我今天就发财了。想太多。你知道我们以前美金啊，我们以前啊，差一点吓恐怖哎、欸。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啊，我们以前很怕我们的油画老师，因为我们的油画老师真的太恐怖了。怎么说？我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年级才下学期，我就想要休学。有那么惨吗？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很恐怖。我们油画老师是那种会拿刀把你的画布割破那一种。那还好吧，他没有拿刀换了脸就好了。不是，重点是那个画，重点是已经画很久了，然后你就在全班面前画布直接被割破，那种感觉是。很丢脸，就是很又难过，然后又丢脸那种，就是很像自尊心受创。对，然后还然後可是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就是怎么讲，我们不是科系都有那个技士吗？嗯，就是技士，我们技士直接踹人的、欸，我们是直接踹人的、欸，然后直接扒你的头、欸。我们以前还不会这样子、啊，我们以前都是用体罚，都体罚、啊，我们都遇到都体罚、啊。我们还去那个。蛙跳啊，有人跳那个横纹肌溶解啊，跳 一整节课哎，然后还跑去，然后主任在旁边看到，然后我们就去跟主任那个抗议，然后主任还去夸奖那个老师，说跳的，那主任真的很贱的，贱疯，超贱的，但刚好跟主任讲，哦，黑咖啡，吓死我了。你怎么在那么高的地方？吓死我了！因为我刚在边边盖东西，你太危险了吧？啊！现在复兴哪有？哇、嗯哦！怎么你两个都在这边？我是复兴的学生，
现在复兴哪有这样子的，拜托、啊、现在复兴超好了好不好，现在复兴就是这样了。我懂我懂，完全都懂。好吧，到底还有谁安全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要盖，大家盖几层啊？你要先设定好啊。知道，我就看你一直往上盖，我一直跟着往上盖。那就盖个四层好了，反正就一人一层这样。好玩。对啊，我相信应该是够用吧。不够用再往上盖嘛。你就是不要盖顶就好了，就是要一直往一直加盖，一直加盖。所以现在还在往上盖吗？再盖一层啊。嗯。来来。好。对啊，复兴美工啦。嗯哼。现在有改吗？有改吗？还是一样？现在没有，不是叫美工，它是复兴商工。它全名叫做私立复兴高级职业商工。啊，那就跟我是不太一样。